时空的王牌，一个瞬息就能将不思议解开。羽毛会翻出精灵，还是一整片星海？那些年再次说我一首 Never Know。 这世界总有太多努力光怪，一起喜欢永远有意外，一根丝线就能牵动心中离开。如果要找回自己，想走在这校园外，不对去多远的宇宙。Ready for this? Enjoy the show! 盛大的演出，现在为我献上掌声吧。招呼了，现在赶紧找个医护老师看看我们的灵宝怎么样了吧。哎，是是是啊，这狂风暴雨的你说哈。对对对。哎，话说真深深啊，你这个有没有在咱们这个峡谷里遇到过这种狂风暴雨般的破防时刻呀？破防时刻有过，但是呢，当我拿出自己最厉害的英雄的时候，我要给别人制造属于他的破防时刻。绝活。没错。自信。就是厉害。哎，话说啊，今年对于深深来说是特殊的一年。是的，出道十周年。十周年。而且啊，就是刚刚在咱们这北京结束了北京站的
1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所以在这里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相知相识，谢谢大家的陪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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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想问一下，咱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不是深深第一次来了，是的，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这一次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这次来感觉更加的热闹吧，就感觉带了自己好多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到冰丝带玩。哦，非常。那么要知道，我们今年的共创之夜是小王的9周年，对对对，明年就是10周年了。不好意思，就小小的作为前辈，哦，小王弟弟，好好加油。哎，明年是深深出道的11周年啊，我们是10周年。那作为前辈，我就要帮小王问一句了，在筹备10周年的活动这件事上，前辈有没有什么可以指教的？好了，喊一遍就好了，喊多了有点心虚。我自己对10周年的理解呢是9.29赫兹。哦，这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人耳可以听到的频率是20赫兹到20000赫兹左右。我就觉得自己的存在很像是9.29赫兹。我又觉得是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比较没那么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歌手，所以以为自己像9.29赫兹这样的频率很难被大家听到或者看到。但是觉得自己很幸福吧，遇到很多同频的人被大家听到了看到了，所以也希望自己用自己最大的力气去陪伴大家，就像小王一样。大家还是非常喜欢深深的，我也非常喜欢深深。那么想问一下，在咱们这个1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里，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我没想到自己能够开演唱会，更不要说在体育场，更不要说在咱们的鸟巢国家体育场，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最惊喜的礼物，而且同频的人愿意理解你，愿意跟你同频，他就是最好的礼物，愿意拥抱你，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小王一定也准备了非常多的礼物给大家吧。那是自然，要知道从20年共创之夜开始，深深就一直参与到咱们这共创之夜当中，被玩家朋友们称之为共创之夜的劳模。哦，他们真的有这样称呼吗？那么如果啊，10周年您是咱们节目的设计师，会给咱们小王的10周年设计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设计，那咱们这么多英雄一定要相声小品诉说杂技，唱起来啊，各种各种给大家带来开心。哎，而且我听说啊，在咱们这个巡回演唱会的过程当中，除了有精美设计的舞台之外，还有不少魔术的破防时刻。什么叫破防时刻？是精彩时刻，开心时刻，奇妙时刻啊。那说到这个魔术的破防时刻的话，我就有东西想问了啊。啊，听说啊，小道消息，今天来到这里，深深是憋了个大招来的，是吗？哇，没想到这么快就走漏风声，我可是练了很久，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时刻。什么？到底是什么呢？什么？你先看一下你现在在哪里，这个地方很特殊。山顶，嘿，大家，我在山顶。因为我是专门把你带到这里来的。所以这里有什么说法吗？接下来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你看一下你的手卡上面的节目是什么呢？奇迹时刻呀，是奇迹时刻呀，没错。那我可是就是带你来这里见证奇迹的时刻。那么到底是什么呢？那就叫做闪现。是闪现？你别闹了，闪现都是用在峡谷逃跑的。不是用来逃跑的。那是什么？周身的闪现可从来都不是用来逃跑的，而是真真正正的闪现。看好了，深深，深深，马超，喂，马超，我的麦爆吗？大家好，我闪现来这里跟你见面啦。马上下来我这里。马超，喂，马超，
我的麦到了吗？忙，麦有忙。大家好。Oh!
是啊，葛大爷，可算等到你了。怎么了？这里是我们王者荣耀世界线下试玩的一个现场。哦，好多人啊。嗯，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要为所有的玩家打探一下这个游戏的最新情报。哦，我2年前就玩过这个游戏，我作为王者的资深用户，2年后的今天，我很想看看王者荣耀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样了。话不多说，咱赶紧走着。走吧。嗯。哇塞，打的都很激动啊。呀，四排呢，是不是在组队啊？他们在打的挺激烈呀、啊啊、红蓝 buff 啊，这个怪的伤害这么高吗？完了，能采访一下你们吗？可以啊，可以的。因为我刚刚看你们在打这个红 buff 和蓝 buff 啊，我平时跟看王者也有红蓝 buff， 你们这个区别大吗？很区别很大吧，毕竟红蓝 buff 我在王者荣耀里面把它当野怪刷，这里面他把我当野怪刷。对，因为他这个红蓝 buff 的做的就感觉很有压迫感，嗯，然后他们打的伤害又很高，我感觉还是需要一些团队配合的。你们刚刚是在四排吧？对，是在四排。哦，在四排，那下次有机会了能带我一个吗？可以，可以。好，好嘞，好嘞，谢谢，那我们再撞撞。好。都在打。嗯。他们这边也在打，他们还有模样，你看到吗？哦，他们是在打红、啊、红 buff， 对、嗯、他们单打一个红 buff。哎哈喽哈喽，小哥小哥，哎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我看你们刚打完这个红 buff， 一个人打会不会有点吃力啊？我们这边其实是玩的是一个主线任务，然后需要独立人完成，然后更加的注重操作一些。那一个人打得过吗？关键是能打过，打到一半的时候那蒙亚他会出来帮我们，也是蒙亚让我们加入新支队的一个考验。哎，我们看了热血的，赶紧去看一下唯美的吧。可以走，我看那儿好像是有人在看唯美的画面。这个感觉很好看的样子啊。对，画面好漂亮，很唯美啊。是的呢。两位小姐姐可以接受一下采访吗？你好，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在玩的是什么呀？我们现在在玩的是昭君的一个任务。哦，那这个剧情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就是我们帮助昭君去复活她手里的一只枯梅花、那一只梅花呢是她跟她妹妹的一个信物。嗯，好像打王者的时候我也听过这个有关梅花的台词啊、那小姐姐，昭君在这个剧情里面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昭君嘛是非常温柔强大的，展示出了她非常温情的一面。哦，听了这么多我也想玩了。我刚刚看到那边有台机器，要不我们赶紧的，好，走了，走走走。哟，这不是水晶破坏者、名刀司命代言人梦之泪伤吗？啊，不是，琪琪，你最近怎么带宠物出门？还是个蛋？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哎、你们看见吗？我在打王者荣耀世界，玩的一东方药。非常的帅气，主要是我的操作帅气啊！你也就会这个英雄了。那这个英雄在王者世界里面和王者里面有什么区别吗？我说实话，区别真不大，技能基本都是1:1还原，但是一个是3D，一个是2D。那现在这个是剧情吗？没错，但我不能说太多啊。策划这就在下面盯着我。我只能告诉你啊，我现在是变强的路上，等我打完这一波我就要去打巅峰赛了。这个游戏有没有 PVP 啊？我说到 PVP， 我一想到你指挥一个后裔，我的天哪，我直接就拿脚打。你别激动，我现在去找台机器，我看看谁猛。哎哎哎，等一下，我们再往那儿聊聊吧，你俩要打起来了。没事没事，我马上找台机器，你别走啊。看看，你看那是不是 no no 啊？哎，对哦，走采访一下他。哎，这不是 no no 吗？ Hello， 给这镜头打个招呼吧。这次快手。Hello Hello Hello， 我是 no no。哎 ，no no， 你今天一个人来这里，你是来体验什么呀？我是8年的昭君老玩家，哎，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试玩会，我就赶紧来了。那你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我之前一直在地下学院逛，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看，而且你看它东西非常的多，然后看到一些是熟悉的英雄，就是非常的有情怀。而且我刚才就是找策划聊了一下，我就觉得确实有很多东西是非常有想法的。听完这么多，我也想找策划提点意见了。那我们找找。我看那儿有工作人员。可以啊。哎，老师你好。哎，你好。想问一下这个策划老师在哪里呀？策划他们应该都在忙吧，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可以直接问我。我先来问。因为我今天转了一圈，我刚刚看到大家玩的那个区域都是在稷下。那能不能就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稷下这个区域？
西夏是王者世界给玩家的第一站，西夏学院呢是王者大陆的最高学府，而且西夏也有很多玩家很喜欢的英雄，像三贤以及星之队。那想问一下老师，以后这些英雄会在我们王者世界当中有他们自己故事的一个呈现吗？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刚刚公布这款游戏的时候曾经提过，就是你有过峡谷之外的梦吗？然后表达这些英雄的故事跟他情感是我们要重点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玩家能够体验到这些英雄在峡谷之外的故事，所以一定会有的，期待住了。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刚刚跟孟磊在聊，他说哎有 PVP， 那有没有机会介绍一下或者是让我也体验一下呢？咱们王者这个 IP 没有 PVP 怎么可能是一定会有 PVP 的。其实你可以跟梦泪上去直接试一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刚刚在那片区看到很多玩家在玩昭君的剧情，他们非常希望能够解锁更多英雄的剧情，这个在未来有机会看到吗？王者大陆很大，王者的故事也很多，王者的英雄也很多，我们会一步一步把这些呈现给玩家。王者荣耀世界是献给咱们所有王者 IP 玩家的礼物，礼物嘛就一定要让它做成大家喜欢的样子，是我觉得都会有的。欢迎大家来到王者荣耀世界，我也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自豪地说出这句话。谢谢再叫我是吗？老师去忙吧。那行，忙吧，一会儿再跟您交流啊。谢谢知道的真的很多啊。那我们再转转。好呀，去那儿看看吧，那儿我们还没逛过呢。转了一圈真的有被玩家们感染到，感觉真的很好玩。是的，大家都太热情了。这里想劝我们的项目组一句啊，赶紧搞，大家都太期待了。我也觉得项目组赶紧的，赶紧提上日程好吗？赶紧大家多多关注王者荣耀世界，葛大爷。哇，太有意思了，这个 mini刚刚去哪儿了？哎呀，变走了，变走了。是的，我这个魔力太厉害了。不过有一说一啊，看得我的手啊都痒了，我就想上去，我得打一把红蓝 buff 来展现一下我这么多年的王者技术。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羡慕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我也特别想去回家体验一下王者荣耀世界，我要试试昭君。这好办，等游戏上线我们就可以一起组队去王者世界里面逛一逛。王者荣耀世界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新消息陆续公开，大家要多多关注哦。没错。不过话说回来啊，深深，我玩了这个9年的王者荣耀了，我第一次见到活的闪现啊。不好意思，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实力。这次的魔术我们可是花了很久的时间去计算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感受到这样奇迹时刻的魅力，所以绝对不能揭秘哦。那我肯定不会揭秘的。而且这一次深深是带来了一个充满惊喜的奇迹时刻，里面用到的这个闪现卡大家想不想要，能不能送给我们一些？要不要？给点反应，要不要？要不要？好，那回去可以去王者荣耀感受一下。那我就多给几张给依姐吧。好，一张用来抢跑，谢谢，用来逃跑，再用来可以穿梭到任何地方。给我一张，我明天就不用坐飞机了，我直接就咻去长沙。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好像还有个人也想要。对，我们后面怎么感觉有一个奇怪的人啊？不是，这共创之夜的现场还有人加班的嘛？策划的工位。策划的工位。